会影响很大。苏会长说那个对，再加上一句，就是说一定要记住，对于基因治疗，对于体细胞来说，几乎没有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崔永元和那个他们那个方舟子他们讲什么转基因大豆对人体影响，因为这个呢，这里有一个是普遍的这个知识，我们一定要记住，就是说基因对于体细胞它已经成熟了，影响很弱很弱。它只对什么影响呢？对那个小儿、胎儿，所以你看我们做那些东西呢，都是在胎系那个胚胎期间做的，包括那个中国那个做那个转基因那个艾滋病那个，它也是在胎儿身上，也就是说跟干细胞、跟胚胎细胞有关。所以谈到我们成人，像 mRNA 有什么影响，微乎其微。不要。就是别说歪了，就是别人把你，就是贬一顿骂一顿，你痛苦万分，你也不会有什么基因改变，因为这个基因是先天都已经在那儿了，所以癌症现在很难搞。再一个补充，那个是苏会长说那个关于精神疾病这个事儿，精神疾病有两大特点，第一个睡不好觉，就是那我们可以自己诊断嘛。那个睡不好觉，你就容易造成精神上的这个激动啊，或者什么。第二个呢，就是自己不知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呢，就是因为你人家不知道，你非要说人家，这个就会造成争议，你知道吧？所以精神疾病治疗的最大难题就是他睡不着觉，你也不能帮他睡啊。第二个呢，他不知道，你也不能告诉人家，你告诉人家，人家不打你吗？我说完了，那个就是刚才老师说这个自己不知道这个，应该是说所有的人，所有的正包括所有的正常人在内，全都有这一条。睡不好觉这一条肯定是没我什么事了。那我要是根据这两条来说，是不是我可以排除这精神疾病呢？精神疾病它底层你去读一读，因为现在是人类最大的敌人。主要是把人给看扁了。其实，比如说我，如果是我是智力下降，你就说我精神病人，或者是我容易，做某一件事，你就说我精神病，不要过多的给人戴帽子嘛。你其实人大家想法不一样嘛。比如说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我可能变得很幼稚，这并不代表我是精神疾病。就是现在的人呢，就是伤害造成的，实际上就是互相伤害嘛。您的忧郁症啊，还有这些焦虑症啊，这些都归纳到这里的精神病的范围，是不是但睡是眠这个。好就肯定没有精神疾病了？咱们先这么说吧。因为就是说，你看长得高的都是聪明的，还不聪明的，你不能决定，因为有的高的人聪明，有的人矮的聪明，他不高是的一个胃下说，垂。他不是说你睡不好觉你就精神病，而是精神病人都睡不好觉，你要搞错了。对，是这个道理，对，是那这个我睡道理。得贼好，他就没有呗。金红，你不是精神病，你放心吧。根我据说你的我也行不是，为，可是刚才老师说的，我你自根己据不你的认行我为，是，我就得是。你根精据你神的疾行病为，也你不不是可精神怕，病，哎你呀，不要精这神样，疾病别往自听己着身上没头有？上倒。因为我现在在写一本书叫《灵魂医学》，其实精神疾病治疗最好方法就是安静，就是放弃自己的很多怀疑，完了以后把自己的身段放低。多做事儿，少想，他就是像那种我们讲的意念的清空是最好的。中国人就要忍嘛，能够忍耐就好。我看这人呢，个很多的人都得癌稻症盛的博多。士，我想请问一下，您觉得我们就说中医跟西医将来的对接或者对话，在这个科学语境上，我们有什么立场？要怎么样真的是跟它对接？因为过去的曾经中西结合失败，是因为两个没有共同的语言。那么各做各的，所以现在就是说，从一个整体观跟一个细微观，如果结合起来，我们用什么做一个界面，因为然后可我以跟跟它中对医接，是心连心是，的，我虽然是个西医外科医生，但是我的心是在中医这一面的。你没看我搞中医药论坛、中医药大学什么联合诊所？因为我为什么心在中医？不是说因为
中医这个本身它好和坏，而是中医我觉得他做的这部分就是养这一部分。因为我给病人治病完全都是开刀，不开刀就赶出去了，开刀就进来做手术。西医的问题主要是治病急诊，有的人浑身都是血，肠子都出来了，脑袋开瓢了。但中医不干这种事儿，中医是什么？调理你精神状态，包括你的整个的这个阴阳虚实四诊八纲，我觉得不要去争。中医我个人认为就是放在养方面，西医放在治方面，就是三分治七分养。所以中医它的最有前途的地方，它真正是大健康，它完全是把人作为一个非常就是不管它挣不挣钱都要做的事儿。西医就是完全是以挣钱为主。你看他说你没病都不给你治，他怎么知道没病呢？你是不舒服他不给你治。不是，比如说我们针对疾病来讲，假如说今天这个病原体是新冠，当然大家集中从西现代医学是集中在这个病原体上，但是从中医的话调节就是内环境，就是说如果你不中毒，一个方法就是排毒，怎么样用身体的这些粘液让它咳出去啊，小便排出去。那但是这个观念上它不是针对只是杀毒，虽然我们讲的是清热解毒，我们一直在解这个问题，但是怎么跟中医就是西医将来您的看法，就是怎么将来得到他们的支持。我说我觉得西医大有前景，因为现在随着生活条件提高，就是除了胳膊腿断了人都活不下去了到医院以外，剩下就是到医院去做手术或者急诊，剩下的都归中医管。我觉得中医前途特别大，因为你知道这个现在在美国比较能够接受的是针灸，但是针灸的话现在也有一个干针啊，这个讲法就是从解剖上啊，他否定你这个经络这个说法，而从这个现代的这种医学的解剖学或者生理功能上来找到痛点啊，或者是 trick point。 那么这样的来说将来跟针灸的这种渐行渐远，那么只有他们用拔罐啊这些东西来凸显一下就是它的一个辅助性质，但是中医始终不成为一个医学能够在西方国家就是说有它的地位。因为 我同意那个郑振龙医师的建议，因为他呢有一些药呢是不给别人把脉，就是说他已经都来过了，他已经吃了有效了，他这第二次来只是买他的药，就是说寄信就是发信来，或者是直接进来就是哎呀郑医生上次吃的很好，你再给我开点。也就是说我觉得这种方式还是要有一些就是成药或者是验方啊什么的，因为这些东西像以前我小时候拔罐呢、啊、吃什么六神丸呢、啊、还有牛黄解毒丸呢、啊、什么的，我觉得我特别就是感觉特实用。你这边就是泰利诺那个没有别的，你国内像六神丸和这个牛黄解毒丸真的有效，国内板蓝根冲剂什么的这边没有，你看到 CVS 只有泰利诺。而且你知道就是我觉得中医讲理西医不讲理，西医只是你来了直接就给你那个一针上去了，他也不研究。我觉得这个中医它发展在一个最长的地方就是讲理，就是大健康。因为我这么长时间就是这八年都是在做大健康，大健康就是跟中医越来越近。我觉得西医就是说检查正常回家吧，你知道什么叫检查正常，我们肝功能肝有 10% 还是好的，它的功能就是正常的，肝脏的代谢功能特别强。所以呢西医呢对于肝脏不好的病人基本上就是等着他们肝硬化或者是肝脏都衰竭了才能他给你才认为你是病，就是这个检查方法不对。因为他说你肝脏有一半都硬了，因为我们做手术有时候经常遇到那个肝都已经像石头那么硬了，我说你这个肝这么硬你不知道，他不知道。我说你喝多少酒，他一天喝1斤到2斤酒，肝都硬了他还是正常的，肝功能确实正常，你知道吗？现在就是西医的办法呢，
尤其是像这个癌症不到晚期他都查不中期或者什么，其实我们也不怕得癌，癌症也带有很多人癌症都活得挺好，其实我们主要有一个正常的心态，饮食睡眠这个大家适当运动啊都做得很好，其实无所谓，因为你癌症你不得癌症你也衰老也得别的嘛，反正大家就是应该有一种中医的这种养生观念，人在天地间对吧，乐在其中嘛。嗯，你曾经提过那个就是说不要有实体的医疗，从网上你要不要跟大家说说您的那个观念啊，我自己现在做的就是做这个健康会所，完了三位一体，所谓的会所就是健康教育，就是告诉他健康的根本是心态，第二呢是很好的睡眠，第三个把饭吃好水喝好环境搞好，第四才是治病。你这你哪有病啊，人你说你心态又好，睡觉睡得又好，吃饭吃得香，哪有病了还？这人现在就是说不好好睡觉，心态也不好，别人这个好那个不好的，天天讲别人，就是人这些基本东西。所以我这是教育三位一体嘛。第二个就是大家互相帮助，就是有个俱乐部，有一个地方大家可以交流。第三个就是有一些产品，比如说维生素那个产品。还是要需要有的，有的人确实缺乏维生素 B， 有的是缺乏钙，就是说那是极少数，但是你要有。最近我也进了那个100万美金的灵芝放到我们会所，就是人家来了需要的我们就给他，因为灵芝茶泡脚包什么的，这个就是说我这三位一体的意思就是说把我的梦想是把中医诊所变成一个养生会所，不是给人家看病，是给人家养生。这样呢可能就是说就像那个麦当劳星巴克，那个星巴克他说他是 social place， 他不是一个卖咖啡的地方。我觉得呢我们可以把中医诊所做成一个 We are not an acupuncturist, We are nature doctor, nature 自然养生什么，就是说可以针灸，但是呢要三位一体，要有教育，因为我认为中医的灵魂就是教育。因为你很多人他郑振龙医生讲了说很多人来看病给他治好了，他又去大吃大喝又去玩麻将什么的，完了又犯了，他跟郑医生还有意见，说你看你治好了我又犯了。郑医生说我天天还能看着你吗，我能给你治一辈子啊，我给你治好了你又犯是你自己的事儿。就是你要给他讲就是教育这一块。还有一个呢确实要有一个地方要连锁，有很多人问我说找一个医生来不了，那我们可以找最近的地方，医生可以看患者。Go to see the doctor 是不对的，应该 doctor 就是在旁边可以看他，所以我觉得要联合起来，就是作为一个像一个 network， 因为现在那个就什么就是什么网什么医疗网，这个医疗网的，但是中医我觉得应该搞一个医疗网，这个医疗网呢是养生医疗网，这就是说教育加上医疗网再加上一个就是要有一些固定的产品啊，不能说我这个东西你回去熬去，还是要那个，我觉得那个郑振龙医生他那个他有三个处方，一个叫心肤康，一个是尿酸净，还有一个叫便秘通，他就是现成的，来了人家直接进屋就管他要，就是人家治为什么要要呢，他治好了他爷爷奶奶什么他爸爸妈妈还要要，反正就我们要有固定的好的东西大家分享嘛。对，我觉得中医的前途应该是在预防，所谓的养生啊。其实就像他们西方人去走 SPA， 为什么他们去 SPA 或者是去那个健身的 gym， 他们是强调在肉体上，其实我们中医讲人活一口气啊，就是说其实我们讲的是人的内在的能量，那你能量够了你就不会生病，
对吧？咱们正气足了，所以这是我们将来中医我觉得是要优于西医的地方，而不要只是在得病之后呢抢着看谁是能够有本事把那个最难的病治好。我觉得其实能够防病它就是上攻，这个可能是我们最大的市场。另外一个我说两句，另外一个李医生啊，李景新医师呢、啊、你刚才提到我知道杨道胜博士去阐述，就是说中西医结合这个问题，实际上你中医西医结合这个问题，中医可以结合西医，但是西医现在结合不了中医，原因是什么？我们的理论基础不一样。我们学中医大学的时候呢，我们的课程里有相当三分之一的课程是西医的西医的部分，但是在西医的大学里头除了没有任何中医的部分，所以你结什么结？就国内的很多现在这些大的就是这些专家西医的专家们、他承认你这个药能治这个新冠，但是他不承认你中医理论，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接触这个理论，他也没有学这个理论，你往起结什么？你不存在跟他结，你要想跟他结，你让他也去学，就他们学中医西医大学里头要有三分之一的中医课程，这时候你才有机会去结，否则你结什么？你说东他说西，他都不承认那玩意儿，你结什么结？现在出现这么个问题，明白？所以怎么不能说现在我们中医不要去强求西医跟人西医去结去，他都不明白你理论，现在整个体系由西医站着，你去结什么？对不？强结合的改变这个就是让他得去学这中医理论去，也就是说对不对？你看不懂论，你看不懂这个论文，你跟他学什么？就是将来人家写出来论文你看不懂，你中医现在写出来这中医的论文你看不懂，但怎么能看懂西医的论文？你看不懂人中医西医看不懂什么中医的论文，你结什么结？不存在结，怎么结？所以那是未来的，现在是不想，我认为现在你是解不了的，像你刚提这个问题，那个西医慢慢的可以被取代，中医不太好取代，因为中医针灸啊这是靠经验，因为 我说这个东西越做越油嘛，老中医嘛值钱呢，但西医不是那么回事、西医呢现在做手术我们外科医生都用远程的了，直接用电脑操作。对，我这最近前两年我的阑尾是用，他们是用那个就打一个洞，把这个一个钳子插进去，就两边就把我这个阑尾切掉了。就是说慢慢的呢，这个西医呢，你看现在有基因检测系统，慢慢啥毛病都知道了，就是说很多东西就啪一滴血全搞明白了，完了机器直接弄，自己都可以在家玩了。电脑在家自拍似的，就给自己就都搞定了，所以西医可能慢慢就取消了，就有点像那个加油站似的。加油站还有那柯达剧院，那个柯达那个照相的那个胶卷都取消了嘛？对，就是他这个，你就是说。他这个你就是说你这个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西医，它也是跟设备结合，就跟设备结合，并不是。